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谈一个咱们都特别有资格谈的问题啊，咱们谈谈道德。哎，我跟你讲，关于道德是吧？雷锋咱们是都学了。但是呢，你学了，我没学。哎，你怎么的？谁能不学雷锋？我学过，我学过，学不到。是，我们有学跟学的到是两回事嘛？哎，学不到啊，失败了。可能是你啊，这个榜样太高了。我最近啊，我也找到一个榜样。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学习一下。我要学习的这个人呢，他呢说起来是个小偷。但是呢。我跟你讲这个啊，是在6月20几号成都的武丁桥头，一个满脸谢字的中年男子在那儿久久的沉思，大一个小时之久，周围老人看着不对，打了这个报警电话，结果刚刚打通这个电话，只见这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投河自尽，然后周围群众没死，抢救起来了，救活了，救活之后说你是为什么，他说我是个惯偷，我是个一直在这个汽车客运站附近偷东西的，可是今天职业小偷，职业小偷，他说今天我被人抢了，把我身上仅有的20多块钱全抢没了，他说太羞人了，就太丢人了，我是个干这个的，他说我干这行的，我被人家就像多年打猎的被鹰叼了眼睛，太丢人了，他说我以死明志，我不活了，还明志，哎，什么叫气节，什么叫这个知耻，什么叫职业尊严，你知道吗，我从这个里边，哎，你注意文道，你干凤凰就得抱着这样的精神。对不是文道，我没跟你讲讲这个道德，你注意啊，他这个小偷也许能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你看啊，这个这就所谓道义有道，在各种人群里，甚至在敌人那里，他们要成为一个人群，他们也有他们行之有道的道德，对吗？对，就像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欲望一样，其实有人类的地方也总有类似于道德的东西，就是你看小偷，你看啊，他这个道德呀，不是对别人的，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没有人知道啊，你明白吗？他是自己觉得有自己一条，我的职业尊严，我是小偷，我怎么可以被人抢了，我这个这是自己的心政啊，他不是为了表演虚荣心，让别人说他多么有道德，没有吧，他不会跟别人讲，可是他纯粹是自己啊，可是我看你从开始到现在不断用道德两个字、你想啊，道德总要往最高的标准来走才叫道德嘛，我觉得与其说这个情况，这一位老兄啊，心里您的贵亲贵斗神先生，我们同行都是偷鸡摸狗，那个跟我一样那个我觉得与其说道德，不如说禁区啊，每个人心中有一个禁区，有人说是底线哈、你其他对我怎么欺负都无所谓，你一碰到我那一块哈，我就受不了了，因为那一块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那是我觉得把我的尊严，我的什么，我的存在的理由都放在那一块，你不能碰的。那可能每个行规啊有不同的那一块，比方说他是小偷是吗，他小偷他就不能被人家抢，他的禁区就在这里。我想起我小时候啊，见过一位哈、长辈来我们家聊天，什么嚎啕大哭啊，才喝了两杯酒，他是干嘛的呢，他是黑社会，我不晓得他算是老大还是二号首长，二号老大三号老大哈，反正他跟我一样哈，弄了一个东西、也是道上的，对然后我记得他跟我父亲他们喝酒聊天，才喝两杯嚎啕大哭，为什么呢，他说他被他老婆打了一个耳光，对，他怎么讲啊，我们做男人的被女人打很平常嘛，那骄傲啊对，那可是他就受不了，他说被老婆打了一个耳光，我记得他们说太丢人了，我是老大，只有我打人耳光，今天我被打，而且被我老婆打，而且被他一个小弟看到，被他一个兄弟啊，被他的下属看到，他受不了这个，他甚至讲了很激烈的话哈，甚至说不想活啊什么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所以我们经常说嘛，要斗争的时候你要找那个人的弱点嘛，你最怕什么，你最受不了什么，我就往那个地方来进攻，我觉得您的会去可能就、还不只是他个人的禁区、这个禁区不只是说一个人他个人有某种的癖好，某种性格弱点与众不同，他还牵涉到某种
通行的一个规矩。就比如说小偷，大概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道上的规矩，但比如说黑社会老大被自己的女人打，然后让小弟看见，他会觉得坏了什么呢？他不只是个人的心理挣扎，而且是坏了他在道上混的名声。那这个名声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他前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一个混黑道的大哥不能被女人碰，不能被女人打，这很丢脸，这会失去面子，这会没有尊严。所以他另一方面他还是社会性的，他是有规则的，有点像以前我们看杜琪峰那个电影里面讲那种扒手，扒手的江湖规矩是什么？你拿刀片割人皮包什么，你绝对不能割到被你扒那个人的身上，不能让他流血，他一流血你很丢脸，你是破坏了这个江湖规矩。或者像我们看连阔如写那个江湖重谈，说当年那些大院里头做护院的那个飞贼来了要下来下手，大家丢石子有暗号，但是如果说人家给你面子，知道你是个牛人，你也给他面子，那第二天就得一早上附近茶楼，也不吭声，就知道这人就是，然后坐下来请人喝茶聊天交个朋友。这过去混黑道什么江湖，这属于江湖规矩嘛。他什么事儿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就说可能我用道德这个词儿是不合适的啊，但是哎，如果说这个小偷我这个榜样找得不好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为什么让我敬佩，那么那些个教授编造假论文的，抄袭的，或者说是那些个这个什么知识分子给你钱就可以被收买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小偷比他们有这就是刚才讲他们，他这个江湖假如这是有规矩的话，或者叫有职业精神的话，他有啊，那些教授没有啊，教授不应该是去抄袭人家的论文来当自己的。所以你知道他们说啊，就说中国现在这个道德教育啊，实际首要的重中之重啊是职业道德。中国现在最应该倡导的或者说最缺乏的是职业道德，就是说哎，咱不叫职业道德，就叫职业尊严。就像英国的那个他们一说就是那个 waiter， 那个服务生，你觉不觉得他虽然是个服务员对吧，可是他有某种类似于尊严人格的那样的，尤其是那种管家包括、管家，对，可是现在也有，有时候你很难讲，但这个所谓的江职业的道德也好，江湖规矩也好，它也会随时代变化。比如说你记不记得去年今年都有这种事儿，都有些新闻报道，就是说有一些人买通了一些官员，贿赂了一些官，叫他们给他办事儿，结果没办，拿了钱不办事儿，结果那些坏人呢，或者是行贿的人呢，一怒之下去砍那个官，或者派杀手把那个官怎么对付了一下，然后呢，你看网上的反应都是一片叫好，为什么呢？这因为这些官坏规矩了。因为今天在某个程度上官场的规矩呢不是奉公廉洁，而是我收了钱得办好事儿，对不对？我拿了钱没办事儿，这坏规矩，这是第一条规矩。这也是个职业，我听说没有，听说他们第一条规矩，我拿了钱总得办事，有第二条规矩的，倒过来说你办不好事了你要退钱，可能没有全部退，可能能退九成，对，网上也好，还得退，因为网上也好，听朋友说也好哈，在一些地方啊，特别比方说一些法官啊，你要打官司，他大概告诉你，哎，这个案子哈，我大概可以替你做到什么地步？假如你付多少钱，假如做不完呢，我一半还你哈，因为我好歹中间过程我尽了我的努力哈，我觉得那个是第二条规矩，它不仅破坏两条，你不办事也不退钱啊，我觉得是不对劲。所以我文涛我还是觉得不自在，你不断用道德来说这个小偷啊，一下子就把这小偷拉拔到跟雷锋说那个水平，不要讲道德嘛，破坏我的偶像伦理嘛，职业伦理跟道德不职业尊严，对，他是有职业尊严。那比如说像他这种说这个法官收了多少钱得干多少事儿，干不好还得退，你说这叫不叫有职业伦理？不是，我不讲别的，我不讲别的，就是说最简单的，我就感觉你好比就是跟咱们最接近的电视台一个摄影师，我认为你很需要有职业尊严，对吧？他这样的镜头怎么可以是我拍的？或者说拍回来之后发现，哎呀，我怎么没有装袋子？或者说我怎么没有拍到？哎，你要脸不要脸？你知道吗？我可以容忍你啊，这怎么黑我？没有关系，那属于人与人的人，可能都不是什么好人，都自私。可是我现在觉得啊，干活我对人就最讲究一个，这个就是你有点职业尊严嘛，对吧？你干的这个活你能拿得出手吗？
对吧？这就像是你一个职业小偷，你怎么被别人偷了呢？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饮酒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与景共酒。Wherever the long road may take you.东风日产，人车生活。所以啊，你看刚才咱们讲到的，实际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很多尴尬，就是这个规矩和规矩之间呢，它打架。这个甚至还发生在你们佛门。哦，你知道最近我觉得有个事儿很值得这个研究，就是2010年的时候，云南有个庙，还叫灵照寺，还叫个什么寺？这个寺的这个主持啊，这个和尚因为接待了两个这个要住宿的客人，夜里呢，这俩人谋财害命，就把这和尚给杀了。杀了之后呢，整理他的遗物，发现这个方丈呢有钱400多万，另外大概还有20多万的这个账就可以去追，你知道吗？结果这个时候呢，他是有女儿的，他女儿出来了。哎，你看这个佛法和世法文道，你想想，女儿说我要继承，因为这个钱呢是存在他的私人的账户里的，你明白吗？现在这个官司，但是这个庙里这方面就是说他是出家人呢，你明白吗？他当然方外之人，不，方外之人，他跟家庭没有关系了。这个钱是庙产，是寺产。当然，还有的网友说，他一个方丈怎么个人户口上有400多万呢？他这个女儿是他出家前，出家前的女儿。但是他女儿还有他的前妻吧，相当于还都说了，说他虽然出家了，他也经常回来看望他的女儿，就有证据表明他还是有这个关系的，你明白吗？哎，你首先我觉得一个出家人回家看家人这很正常啊。那以前很多出名的大师出家也都要继续看看父母吧？对，那不是说就出家就真的是不管，但是不过身份上他的确叫出家，那就真的是跟这个家断绝关系，他有的是某种出家前的感情的联系。但是呢，你至于说到这个私产跟庙产，我先不去讨论他的钱怎么来的啊。但这个向来都是佛门里面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对。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啊，常年以来有时候有些规矩没有弄得很好。就比如说香火钱。香火钱来了归谁呢？那理论上当然是归庙。但这个庙呢，有时候因为住持的权力很大，所以这个钱也是混在他那儿，这不一定是他们个人有多贪或怎么样，而就只是他们没弄清楚，你知道这个被杀的这个方丈啊，他呢身兼多职，他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方丈吧、住持吧、会计、出纳、管委会主任，很常见，都是他一个人，很常见，其实很常见。这个民国年代甚至明清两代都有这种现象，就于是到了最后，这个比如说老方丈死了，那弟子们就是会出来抢，然后或者香港现在有一些大屿山那种小的庵堂啊、小庙，一下老和尚死了，后头没人了，然后这是忽然来一个远房亲戚说我是他的什么人，我能继承他财产，但他那笔财产那笔钱呢？你如果说叫庙产的话，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说我这个庙是个独立登记的法人机构，有一个独立的非牟利非政府的一个实体在里面。但是呢，在宗教界里面，这个地方常常是搞得很莫名其妙、很糊涂的。很多人觉得他可能没登记，或者登记了，但是仍然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法，就是不分不清是个人还是集体。那就算他有制度，我想说，不管有没有登记，他应该还是有个规矩了，不然早就乱了。
对，他应该有个规矩，还是说那个大家来捐献奉献的那香油香火香火的钱哈、嗯，应该属于庙的嘛？可是问题没人去管嘛，没有人执行。但是你看，你这个最讲理性的了、嗯，他现在啊，我还查了查，因为我对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你知道吗？从转行都有案例，对，都有案例。因为一方面呢，就是说，中国佛教界已经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说不属于他个人，这是他庙产，而且出家人，他已经脱离了跟世俗的关系。可是这是佛门里的规矩。但是呢，后来86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啊，好像中院不知道该怎么判，就问高院，高院下回来的一个通知啊，说的很就是很谨慎。怎么说呢？就说目前我国法律里边。并没有说和尚不是公民呢、啊。嗯，他和尚在另一个层次上讲，他目前我国法律里并没有规定和尚就不享有这个公民正当的继承、非继承、亲生子女继承权利，这些没有否认的。所以你知道最后这个问题最后没错上交到就是说你要，但是最后高等法院就说啊，你们最好还是调解。对，但是如果你们再问呢，我们就不回复了。对，就那意思，这事儿呢，你们。向立法机关去反映、就是说这都上升到一个立法问题。对，因为你是宗教，所谓出家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跟随跟执行哈。可是这种法律层面，所以我刚听你讲这个案情，我觉得非常简单啊，真的不问他的钱怎么来哈，只要是他私人名下，对，当然就可以继承嘛。完全没有任何争议的空间，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当初他那400万怎么来的？说不定是就三星的香火钱嘛。香火钱。所以这里面还牵涉到另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大家老说中国有不少和尚结婚？对，就明明是出家人，他不是跟这位方丈不一样，他是出了家再结婚也生孩子。那我们就上班，对，没错，我们台里面就有记者去访问嘛，然后访问就问了这么一个也是一个寺的住持，他就是每天下班脱了袈裟，而且是接孩子买菜回家做饭什么的，问他你怎么能这样，他的答案就跟刚才那个高院的指示一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出家人和尚也是公民，公民是有婚姻自由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啊，其实可以参考很多别的地方的案例，比如说一些天主教国家，因为理论上天主教神父也是没有私产的，他收回来的奉献的钱他是要回到教会，然后他呢如果在加入教会前比如说有某种的亲情感情关系使得他好像有财产继承的话，那个东西呢必须严格到是应该教会或宗教本身努力的使自己去合法。在佛教这个意义下讲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有个很严格的制度使得所有出家人都不可能有私产，所有收回来的钱都是严格的进入一个法人户口里面，那就杜绝了这个问题了嘛。但现在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佛教界这方面有规定，但这个规定执行的不严格或者也不依世俗的法律，没有严格的往那方面靠，所以才会出这个问题。所以简单来说，就佛教界有这种毛病的时候，等于每一个界别嘛，一模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个，其实啊，它绝不是个玩笑，它是个在历史上就是个相当要命的问题。你看现在普陀山要上市了，说九华山三次闯关，对，也要上市。这个包括原来说过的少林寺上市的这个风云，这个你想。当年这个教会富可敌国呀，当年这个唐朝这个历史上还是几中国为什么有几次灭佛呀，很大原因是这个财产势力田地啊太大了，这个因为、这个、而且腐败这个信仰的东西有很多阶段很腐败，而且你说就说中国，所以说现在你说这个佛门这个啊，我给你看，我有一次在武汉吃饭，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我拿手机拍下来的挺逗，就是大肚弥勒佛的那个画像你知道吧，但是这个造型啊这个形象啊让我想起什么呢，他有一种公社书记的豪迈，他不是，但你就感觉他像是一个暴发户，你可以看看，哎，我在一个这一处，要么在导演看出去，你看这个是远的你看不清，我再给你看个特写，你看出这个神情真是现代人，你看他有没有一种豪迈，像不像当年有点公社书记英雄人物那种造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阵地，也曾经潜心研究。接下来这一程，我要边走边读，兼顾观察与调查，融合记录与探索。让我们从大处着眼，为大历史存证，为大中华发声。山东临工走读大中华，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核心科技就在格力，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我看文涛刚，你在哪里拍的？我在武汉。武汉是吧？我刚去了一趟五台山嘛，嗯，去拜佛嘛，去看看，然后看了很多场面，其中一个蛮有意思的。早知道我那手机也拿来弄哈，可是我怕不小心弄错了其他照片。然后里面我看到一个影像哈，也是很多罗汉菩萨的像哈，几乎每一个像的前面都塞了一堆人民币。你知道吗？对不对？大家去给那个香火钱的时候，有时候是钱是放在那个木箱子里面，香油箱啊，香油箱哈、嗯。有些更好玩，我坐在那边喝茶嘛，远远观察，看到好多人走过去。比方说你是佛像哈，他走到你前面拜一下之后，掏个一堆人民币，塞进你的手，我感觉好像去夜总会啊，打赏给经理一样。他说你开车去吃饭啊。在餐厅门口，你是小弟替我停车，我掏钱出来打赏给你一样，那种感觉，我把它拍下来了，很好玩。他又过去了，真的掏了一大把人民币，餐干。所以每一个菩萨前面呢，都是就塞了一堆人民币，我还蛮想过去抓一把的。他结的这个手印上面都是钱。对，没错，这我拍到那照片的上面全部是钱，有红有绿的钱。所以你看，有两个行业是不讲价的。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庙和尚，对吧？这不讲信仰，这家伙给多少都愿意。可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上市的这些庙宇啊，嗯，其实要严格讲一下，就是它这个上市的单位并不是那个寺庙，它是景区，而是景区管理公司。嗯，今天中国的佛教的组织相当混乱啊，就是一方面就会出现一些小地方，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方丈的故事，私产庙产不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庙它正好是这个地方政府用来招来游客的一个什么历史名胜景点，有时候新造的庙也拿来当景区嘛，对不对？嗯。那这种情况下，这些大家一说什么，像法门寺怎么样，然后少林寺要上市，但那其实根本跟那个寺庙本身无关。哎，文道，我听到过一个说法啊，就说过去啊，这个庙啊，和尚是有分工的。嗯，就是确实啊，这一个庙里啊，有搞经营的，有经手钱财的，有管吃管喝管安排的，什么知客僧什么的，就说这个庙里啊，就养着一个或者两个念经的真正修行的和尚，只要他成就了，那就是别的都是护法，就对了。所以也就是说，和尚插手经营，甚至娶老婆，甚至是这个上下班，说也是正常的，也不是。是为了养着真正的修行人，是因为理论上他们所有人都在修行，但是只是职业有分工，而且是轮调的。像知客僧不是说你一辈子就做知客的，而是轮的了，就可能知客并不浅的，知客的资历是要很高的，就你可能进来没多久，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轮你西安。